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，那就是呢，在八字里面印克食伤的这一个组合。其实很多人呢，他的一个运势啊没有问题，哎，明明财运、官运都没有问题，可是他依旧呢要什么没有什么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其实啊，有很多人的八字它是出现在印克食伤这个组合。印克食伤呢，它会导致的是什么？没有动力，他不想动。他只想要怎样躺平啊？我们现在比较常流行的躺平，所以有很多的情况都会造成是，他明明运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他的积极度不够，他不会去争取，就让这个运就这样子走掉了。他的好运他没有去追求，等到坏运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好运你要去追求，它才会成真；坏运的一个部分，你坐在那里，他都会来找你。这时候就会面临到。他好运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好的状况，可是他坏运的时候，他就面临到坏运的这一种的洗礼。各位，你就会知道，在他的人生里面，他的一个状况就会呢波折很大，好运没他的份，坏运呢就很容易呢遭受到坏运的这一种的摧残。有很多人他就是呢印克食伤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导致呢他。有这一种的现象发生，在五行派来讲，印克食伤它会被归纳为慢性的日主受克。其实它跟日主受克有点像，也是一样，会导致没有方向感、没有信心，然后情绪低迷、不想动作。所以在这时候，你只要看到这个人有印克食伤的时候，首先请你记得把他的食伤先救起来，因为食伤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情绪。这时候他很低迷，他不想动。这时候你先把这个食伤救起来，这样子他其他的好运，就是因为他本身开始有活力了，他就会开始去做，自然而然他其他的好运就会跟着起来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比肩劫财，比肩劫财对他就是一个帮助，所以他就需要有朋友在后面去推他一把，赶快做啊，赶快做啊。一直念他，不然你就跟我做啊，合伙。所以呢，印克食伤的人，他就需要像同伴、合伙人来帮着他啊，牵着他走，他的运自然就会好。各位，你就会发现到哦，有的人是这样，印克食伤，然后他的财运很好，或者是他的官运很好哦，他只要有朋友的一个情况下，他的财运自然会起来，或者他的官运会自然会起来。所以像这一类。当主管或者是当老板的人，他们都习惯怎样？他只要自己来讲的话，他就会这样子啊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或者是他不想做。可是呢，只要旁边有人给他建议 A、B、C 这一种给他建议，而且是他的比肩劫财嘛，他的朋友嘛，合伙人给他建议的时候，他这时候因为有比肩让他的食伤起来，他就是属于那一种人家要给他建议的这一种的。主管或者是人家给他建议的这种的老板，他就会做得非常非常好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人家常讲的要合伙，他才会做得好的人，并不是说他身弱一定要跟人家合伙才会赚钱。有一大堆人身弱跟人家合伙赔得乱七八糟的哈，那个都常有的事啊，就是因为那个不是他主要的东西，因为比肩一进来反而造成他破财，我管你身弱照样死得难看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是不会造成破财的。因为他有一个食伤在这里，这个食伤是可以去生财的。当一个人他只要出现印克食伤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说他的一个状况，他是比较被动，他比较消极，他比较没有主见，他就比较会躺平这一种的情况。可是你发现到他的财运、官运都很好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只要是他的好朋友，你就担负起他用神的重责大任。在后面一直呢叮咛他、催促他，这一种的就是呢需要别人在鞭策他的同伙去鞭策他、去 push 他，他就会做得很好的这一种的特质。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的运很好，但是你本身有印克食伤，你自己呢也不太会动作，就会变成只是想躺平，我想过舒服的日子，我不想动，你会变成是这样。这时候。只要有一个好的 partner 在后面，你给我动起来，该怎么做？你就心不甘情不愿去做。但是因为你本身的运很好，
做了反而就会有出乎意料的、哦、那一种效果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